所谓骨癌呢，其实呢，主要就是一个恶性的骨肿瘤。所谓癌症嘛，就是恶性肿瘤嘛，就是骨的恶性肿瘤。咱们一般呢，倒不单独说骨癌这个概念，主要就是恶性骨肿瘤，它也有很多类。小儿童最常见的就是骨肉瘤，包括有些骨巨细胞瘤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恶性肿瘤，像什么幽门肉瘤啊，等等等等。对于恶性骨肿瘤，它的早期症状表现呢，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发生在肢体的啊，胳膊或者腿，尤其腿多一些，就下肢的多一些，比较常见的关节疼痛，而且局部的组织肿胀，有包块，有软组织包块啊什么的这些，而且就是说在时间比较短，就短期内这一两个月，如果都时间比较长，甚至三两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那一般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。再有呢，就是严重的可能逐渐加重的，就可能会带来这个肢体的活动的障碍、活动的受限，包括有时候明显的肿胀、明显的就发红啊、发热呀、这些表现。